让我们掌声有请杨迪以及他们的助演嘉宾硬糖双女303为我们带来歌舞串烧秀，欢迎他们。接下来我要请出我们节目的特别来宾刘敏涛，涛涛子哟。听说他要跟我说唱 battle， 好的，我们来试试看，是他厉害还是我厉害？刘敏涛今天来录我们的节目，哇，穿着红色高跟鞋像壁虎漫步。他平时节目上的表现非常的酷，其实他是个近视眼，根本看不清路。小迪，我很高兴来到你们节目。是的，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跟你说了清楚。哎，虽然看不清路，我要把你盯住，因为有件事情我要跟大家透露。你要说什么？你要说什么？说的说的说什么？说什么？说什么？要讲讲你录制我们这个节目什么样的感受？总导演就在你的眼目。唱清唱清唱唱清，还是唱唱清？为什么总是唱清唱唱唱唱清？因为没有唱清就没有咱们的节目。当然还要感谢马自达，还要感谢麦吉丽，还要感谢袁福导，还要感谢葛先川。就如果没有词儿，我们就说 sky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 ，skr， OK。尖叫声！刚才真的是，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个 freestyle 把音乐叫没了。是因为我们俩第一不押韵，第二不管音乐。敏涛姐就是这么自信，反正敢尝试就去试，对不对？他们都太多才多艺了，所以我这想来一个即兴的，然后跟他们不一样的，但是。真的没有达到我想要的。能看吗？非常棒，而且我们这个 rap 肯定剪不掉，那么多植入。对。好的，谢谢杨迪，谢谢涛涛子。